是我家郎君包场，您还是去别处坐吧。白里弘毅有要事求见东川王，让他进来吧。 见过东城王，都知百里二郎是神都有名的饕客，没想到你也有这样的雅兴。来来来，今日来此不为别的，只为找一个人。何人啊？联访公子楚。来来来，先下去吧，啊，先去吧。是，我下去。你想找公子楚，为何来见我呀？月华军去找不良人王登城，想替高秉烛洗冤，却陷于王登城之手。我想请东川王求公子楚出手，把高秉烛从大理寺救出来。就月华军去找风雨狼便是，为何要找联访？王登城现已逃匿，现在能找到他的只有高秉烛。月华军召王登城，本就是私自行动，若要让风雨狼知晓。 只怕会越闹越大。那你为何来找我帮忙啊？人人都说东川王是神都的风流浪荡之人，这样的人却是性情中人。月华君陷入危难，我猜公子楚不会见死不救吧。